我们几个人跟他合照。他一个算一个人头的。算一个人头的。告示牌看。一个人多少钱？19.5块啊。哇，不会吧？要睡觉了。哦，这个时候要睡着了。哎，怎么找到了？张老师他们来了啊。啊，他们一定在这边等啊。他想我们一定会在这里啊。耶、醒着的无尾熊哎、赶快回头，无尾熊哎、哭啊啦，住家底家，哈哈哈哈哈哈。